干百下风，你别觉得你嫁不出去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闲聊吗？女孩子这样太不可爱了。啊啊！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为什么要绑我呀？啊！我就不闭嘴，怎么了？你弄死我，弄死我！你看我干什么呀？ 你是男的，好眼力！工具第一，有用心啊！哎，别，我比较谦虚。